震的，我想。哦，好脆哦！我从来没有生吃过茭白笋哎，跟水梨一样甜。哦，水分、甜度、香气，那香气是安怎？譬如讲，拿芒果做举例好了。嗯。芒果有的吃起来你芒果的香味，啊，不过有的吃起来干那甜，那波芳贵，对，那就不好吃啊。吃茭白笋好吃吼，有讲是嘛？茭白笋的香气非常清香，其实它吃起来的口感很像竹笋，很像竹笋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纤维比竹笋还要细，对，而且还要细多了。嗯，煮起来，哇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像水果哎。对，阿弟有点点你吃不？哇，他哪办哪吃啊？哪办哪吃嘛？阿弟他今毛美人腿不？无啦，无啦，我那美人腿的小姐在美人腿。阿妹哦，今毛的腿可能大象腿啊，不行。既然清甜多汁的美人腿是阴天限定，那么我们夫妻俩也要把握天气，在现场多吃几根，多采收一些。而且，亲爱的亚兰，我带你来这里是有我的用意的，因为在这边啊，我们可以直接在产地跟大哥买美人腿，这么样一来，是不是连菜钱都省下不少呢？这里面呢，我们有闻到一个香气，好香哦！你这里面现在在烤。烤那个茭白笋，茭白笋，这个也可以烤茭白笋哦，可以啊，当然啊，对，你烤肉都可以烤了，怎么不能这，对不对？来来，看一下，哇，里面还有架子，对对对，有这个架子的话，它才有办法那个，对，烤啊，啊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挑一只肥一点的。哎，其实你看哦，哦，好香哦！烤茭白笋有技术。其实，在烤的时候，我们都习惯说，哎，外表是不是烤到有点焦？对，其实不用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只要有热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好香哦！哦，哎，哦，茭白笋哦，你看，里面有水分哎，好 juicy 哦！哦，真的。哦，哎呦，哎。哎呦，跟生吃完全不一样。它那个咬下去，我发现这个吼，生吃好吃，但它烤过之后，它的水分好像逼出来了。对，哦，好甜哦，汁甜。哦，希望你多吃两根。嗯，你的腿真正变成美人腿，好不好？有可能吗？简单火烤过的美人腿，它的味道比起刚刚的生吃更浓郁啊，而且含水量更高。这样在农田产地直接烘烤现吃，第一时间享用最甜美自然的感动。不过，既然今天天空作美，让我们有荣幸遇到最适合吃美人腿的天气。除了要吃原味之外，我也私下安排了一个超隐秘的地方。那边的美人腿据说有更极致梦幻的吃法。来，亚兰，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就不简单喽。我知道不简单。你知道不简单？你朋友家吗？我朋友家，这不是住宅区吗？你不要小看这一栋小别墅，这里我是非得要预约才有办法来，要预约才有办法来，才能够来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不接过路客？不接过路客，真的？这家餐厅我跟你讲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怎样厉害？一要预约，二光是老板待会带你进去认识一下，你就吓到。演习一下哦，你跟我说演习一下，吓到哦，吓到，准备好心理状态，真的吗？对，把你最国际化、国际观的通通搬出来，好不好？搞得那么神秘，来来来。为的都要展现我们的诚意，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特地带你来这里啊？哦，为什么？老板跟老板娘两个的组合在这家店就是灵魂人物，对不对？有怎么说？老板娘是台湾人，对，但是老板是霓虹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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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本人，所以呢，就用最道地的我们这个日本的方式来做日本料理。过去住在京都的老板跟老板娘，每天都到市场找寻当季最棒的食材，跟着老天爷节奏来吃饭。不知道等一下老板他会端出什么样的菜肴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不然日文开动，不然你讲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对嘛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有精神是不是看到你满桌的料理？哦，有没有精神都很难啊。日式怀石料理。但是都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哦，是不是在这个吃这样的料理，我们要遵照这个日本美食的精神，我们是要放温柔的？
这是豆。我会不会太冒犯了？没有啦，没有是吧？那吃饭本来就是要配真的，你确定哦？你确定哦？对呀。那我就继续讲话了啊！声音要关小声一点。哎呀，哎，不是我讲这个哈。无菜单的料理，这算是一种很棒的创意。就是整个人还是就是脑筋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。对，真的很特别，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怀石料理是充满的花香味。真的都是花香哎，好正。因为感觉啊，就是说在那个就是说还没用餐之前，对，可以先来一个视觉的一个享用。真的，好吃啊！这个是大黄瓜放在，然后你的生鱼片是放在里面的，冰块在下面，对，对不对？像保冰，因为这个是现哦。哦，很正点，不要我讲，老板娘最厉害就是利用现在哦，就是刚好什么产季，我们就就地取材，我们就来了。对，刚刚我光是吃那个虾跟那个生鱼片，哦，那个新鲜度不得了。不，可是你都没有先问老板娘，吃怀石料理要先吃什么？哦，顺序是？对呀，你直接就生鱼片吃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秉持的日式料理的这个好菜色，用热炒久久的。啊，就对哦，那个就是你定我们先吃，因为它哈比较新鲜嘛。哦，就是嘛，由浅入深，由淡到浓，对不对？这个鲜，哎，这个好吃哎。和风料理哦，嗯，第一个通过考验，第一道门槛就是沙西米。对，但新鲜度要够，甜度要够。其实我不太敢吃生的，可是我今天想说一定要尝试看看。一定要，好好吃哦，不得了。这个哈，这个好，九孔，哇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做我们自己的味道啦。嗯，这个是蟹肉吗？对，哎呦，有米手哦，是有米手哦。老板娘直接剥好的蟹肉哎，不用剥壳啊？怎么那么棒？就是那个把它那个肉就是那个哦，哎呦，我有做到棒，然后这样才会清爽嘛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你这个很厉害的一点，你不管弄什么样的东西，很多人这个什么叫美食？所谓的色香味俱全，色香味呢，很多的味啊，都常常弄得太重。对，但是你是比较清淡，比较热活，吃出食材的原味，对啊，没有过多的调味料，不用，你就用它新鲜的原味去包装它，就对了。对。日本人细腻又富残味的性格，在老板的料理上展现无疑，简直就是在美食之中玩味艺术与风雅。也难怪来到这里一定要事先预约，这样才能够让老板拥有更多的时间，帮我们好好准备一场怀石飨宴。这个下面好特别哦，还有地瓜泥耶。地瓜泥，地瓜泥配虾子。不是，它有酱，调味料。调味酱。厉害哦。叶子这样子稍微当一个容器包装一下，感觉就不一样。茭白笋里面包的是，就这样直接咬，有没有虾软？哎呦，我喜欢好几次鱼子酱还虾软呢。虾软，虾你确定？嗯，哦，不是虾软哦，明太子，明太子，明太子，什么啊？特别哦，那里面还有这个，哎呦，这是怕味，你真的。这一条就好了。你故意？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撒在腿上，人体寿司。人生啊，偶尔就是要享受一下。将小孩们交给保姆，私底下跟着心爱的老婆一起来一场浪漫的午餐约会，这样的生活才会过得有滋有味。48小时东北角环游世界的旅行，让我们收获满满。Ken Ken克服了海战车，变成真正的男子汉。我们还一起当过牛仔，品尝大牛排，还有为了满足雅兰的海鲜大餐，我不惜牺牲色相到鱼市场来叫卖，好多的回忆点滴存在心中。我相信有一天，当孩子们长大了，他们还是会怀念这两天一夜，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休息，而是一段做梦也会笑的幸福记忆。看到没有？哦，这里好棒！看到这是什么？Chili, baby, no.
手。我想把握位置，好强哦！连我也要走下坡。